可爱小猫妖怪。当你在公园走路时，你会看到一只小猫在树下面休息。如果你去摸它的话，它会把你给吃掉。这是可爱小猫妖怪，它是从天上派下来的妖怪，是专门来吃人类的。如果你不小心靠近呢，你就大声地叫着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因为可爱小猫妖怪最怕水，所以才住在树下。如果你没靠近，你就没事啦。耶，好棒哦！我真的觉得你这画得很好。你怎么把那个照片跟那个